台湾以上，变通中的台湾人体展，今日在屏东绿堆客家文化园区开展的。也在其中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还有台湾博物馆亚洲单位馆藏的特色，对多种的数位影像科技展现出历史上台湾族群来到亚留下来的遗留文物，还有发展的奖。以变通中的台湾人为主题的台湾意象展，将台湾国体博物馆的典藏文件文物一道，透过现代数位影像科技，探讨客家和毛族族群的互通关联。对嘉义到屏东列位的故事呢，对因客家中的相关的元素呢，对于穷下来插穷下。故宫文物如果要出宫的话，它的限制比较多。所以我们这几年的话，就是运用数位的手法。台天一摩登起，做着唐朝半山腰失败姑娘一道，其也属知名的客家歌曲，在文化融合起，由影片播放了对天气的民俗同记忆，一道留喺客家上面生活的记忆传承。屯六队。客家文化的元素吼带入来，无看过安尼个啊，出得客家人再来看。看到以前的历史，啊，大部分安尼咧作业出勤吼，失踪的乡啊，时间啊，失踪的乡啊。对屏东内埔罗比山建庙西乡下的照片，昨日看到人民河罗客家山的出勤，乡顺乡荣的历史，台湾意象展。如果对族群特性同文化插入两条路线，展示台湾各个族群同某种时期的交汇同影响。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